个得奖就是在我们金湖可以有那个板凳，如果你们要试的话，欢迎对来参加这个板凳。大家都可以去，每个都可以去，只要你进去说李成斌得奖，然后请客的就可以进来。通关密语是李成斌的金钟奖，对。第二座金钟到手的心情如何？上一次是六年前，对，十六个夏天，对，所以感受其实还是很像新鲜人一样，就是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了。当然，其实是有家人，还有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很不容易的时光。戏中的男人李成斌说要办流水席庆功，那请问您呢？以后我先去看他怎么摆那个办，我再决定我要怎么办。好，第二场。Bye.